出现紧急状况了，伙伴们，爷爷的糖浆没了，所以我们得去找枫树拿一些回来。迷你巡逻队现在出动了，是枫树哎，我们找到了。只要转一下这个东东，哦吼，我们有糖浆了。不过它流得超慢，也许我能让它流快点。就我，亚丽。嘿，爷爷，我来帮你拿糖浆，有很多哦。这东西装不回去了。这个糖浆真的好黏哦。我知道，成功了，我阻止糖浆了。大部分了，不过放心，迷你巡逻队会帮我们。可能还是要找人帮忙。你拿得到我的手机吗？耶，是汪汪队来了！水枪启动。太冷了啦。可是没有那么黏了。谢谢毛毛，爷爷快来！等等，亚丽。错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水龙头很快就会修好，对吧，灰灰？没问题，莱德。哦，爪子。好的，亚丽，数到三就拔出手指，一、二、三，都修好了。嗯，这些松饼好好吃，我连一口都吃不下了。要不是有汪汪队的话，我跟亚丽到现在都还困在树林里呢。对啊，谢谢莱德。只要你碰到棘手的情况，就大声呼救。咦哈，这儿了！嘿，走开，乌鸦，走开！我是大草人哦。上车喽！好酷的装扮，帅哦！好酷的蜘蛛装！哦，谢谢你呀、啊。是啊，是很酷的蜘蛛装。不给糖就捣蛋！爷爷，我们得打给汪汪队。莱德，有个小朋友穿着大蜘蛛装，把糖果都拿走了。我们马上去，没有太大的蜘蛛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快点住手！你这个躲在蜘蛛装里的调皮鬼！快逃啊，小猫咪们！喂，网子！可恶，我们被困住了！小丽，带着起重机过来。我们需要你把棉花软糖蜘蛛网上的大蜘蛛弄下来。哇，还好不是真的蜘蛛，要不然我一定会吓呆了。哦，是玉米糖果，我一定要吃。糟糕，我的糖，我要。哦，莱德，谢谢你，你跟狗狗们这么辛苦地救了我们的万圣节派对。不客气，要是没有糖果的时候，绝招就是大声呼救。快看，有怪物。那到底是什么怪东西？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那种动物。我们该闪人了，丹尼。叫我大胆哥丹尼啦。可以看到真正的怪物，那就赞到爆了！是恐怖到爆才对，我们快点走了。啊，真希望钓鱼可以走快一点。我来搞定。哇耶！太棒了！大家都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们的速度太快，机器就坏掉了。至少待在上面就能离那个山怪远远的。什么山怪？它很高，绿色的，现在跑进树林里了。我来打给汪汪队。哦，梯子。嗨，亚丽，你先下来。好的。小心亚丽变冷。
谢了，莱德，希望你能很快找到怪物。猪猪，有没有在树林里找到什么？莱德，我找到怪物了，那是全身覆盖着绿色泥巴的狮长，但它在失控的滑雪板上大肚子往山坡冲下去了。撑住，博伊狮长，我来帮你停下来。博伊狮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还好有你，猪猪。汪汪队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。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点像怪物，就呼救。谢谢你们送的面包，拜拜。我一定是一直想着面包，所以才会闻到面包的香味。怎么回事啊？小心，他往这里来了。天天，这里有一群牛在驾驶飞天农舍，麻烦你快点驾驶直升机过来。狗狗要飞上天喽。莱德，我看到飞天农舍了。天天，你能叫那些牛让农舍落地吗？这里还有爱吃面包的海鸥，走开，走开！飞天娜，你在往下掉了。我们必须准备好等他们紧急降落。阿奇，麻烦你去净空街道。灰灰，安排一条降落跑道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做得好，狗狗们。准备喽，天天，轻轻地把它放下来。完蛋了！耶！耶！做得好啊！真是太棒了！哇哇，莱德，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跟狗狗们，这是我见过最英勇的一次救援。不用客气，农夫艾尔，要是又有超大面包让你的农舍飞走，就大声呼救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卡罗斯跟小柯说，有个奇怪的臭味逼得丛林动物离开自己的家。好重哦！他们逃得太快，结果有只猴子受伤了。毛毛，我要你用医疗救护包帮助受伤的猴子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做空中搜索，查出那个臭味的来源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我们找到卡罗斯跟小柯了。莱德，毛毛。你们来了，太好了！毛毛，去看看猴子的腿。X 光机。看来你的腿不会有事，只要包一下就行了。啊，好饿！天天，找到这个神秘臭味的来源了吗？我在沼泽区，看起来有很多绿色的泡泡从水里冒出来，是非常臭的泡泡。做得好，天天，毛毛，你处理得很好，我们要去查看沼泽了。那些泡泡就是沼气，有时候老去的植物根树在沼泽的水底下腐烂，就会变成一股臭气，制造出那些泡泡。天天，用直升机的风把臭泡泡从沼泽吹出去。好主意，莱德。泡泡都飞走了。闻起来没有那么臭了。阿奇、毛毛，危机解除，你们可以带动物们回沼泽了。知道了，莱德。我们终于可以去拍野生动物。已经有动物朋友想要我们帮他们拍照了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古威市长跟韩迪娜市长受困在雪橇上，雪橇还卡在冰上的大裂缝里。我的天哪！可怜的市长们，现在还有一些狼想吃掉韩丁娜市长的汉堡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阿奇，把那些狼引开吧！发射器，很好，
小丽飞进裂缝里，把市长们一个一个带上来。两个市长马上送到。让我带你们离开吧。我先走。猪猪，跟着两位市长。莱德，他们掉落在岸边，而且是很用力的着地。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。姑姑姐，我来救你。别担心，两位市长，汪汪队会救你们回岸上的。起风了，风会把我们吹向大海。路马，两位市长被困在那块浮冰上，请你把浮冰推回岸边。那就交给我吧，兄弟。路马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带你们去兜风。猪猪，你现在能抓住浮冰了吗？可以。啊，弓爪发射。快点，我的脚都快湿掉了。哦，谢谢汪汪队，你们救了我们。不客气，市长，要是你又被困在浮冰上的话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很好，因为海洋巡逻队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任务，我们要带海洋巡逻船去农夫艾尔的农场。农夫艾尔的农场昨晚不知道为什么淹水了。路马，我让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水底，找出农场淹水的原因。预备，就位，跳下水。哎呀，我真是开了眼界了。机器狗，现在启动水栖模式。路马，查出水是从哪里来的。知道了，莱德队长。哇，这个农场好奇怪哦。嘿，莱德，我看到一条有水流出来的水管。好的，路马，沿着水管找到止水阀，把它关掉。要是我把排水沟上面的石头搬走就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水才退不掉，排水沟堵住了。我们去搬石头。小丽，开工程车下去把石头搬开，让水排掉。该把草地上的塞子拔掉了。好大的石头啊，但是我搬得开。行了，雷德，你快点离开那里。小丽，排出去的水有强大的拉力。知道了，倒车。谢谢了，海洋巡逻队，你们救了我的农场。只要发现你的农场淹水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农夫艾尔，我是不是忘记把水关掉了？完蛋，对不起。谁都有犯错的时候。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太好了，波特先生跟雅丽因为在暖暖坡岛上发生下雪的紧急状况。下雪在热带岛屿上吗？是的，波特先生跟雅丽被大雪困在山顶上，得找到他们，带他们下来。机器狗就在猪猪的铲雪车，然后前往暖暖坡岛。你做的雪鞋好酷哦，我们要玩什么呢？我们来玩往下走去沙滩，那里是空旷的地方，汪汪队一定能在那里找到我们。好哎，我先走。爷爷你看，我在滑雪了。小心点，雅丽。妈呀，拜拜喽，大鳄鱼。雅丽，我们得慢一点。我没办法啦，好好玩哦。惨了，我们的前面有悬崖。不，不停视线。莱德，我看到雅丽跟波特先生往山下滑，可是看起来他们往大悬崖冲过去了。猪猪，把你的铲雪车开到悬崖底下，做一个超大的雪链，快点。没问题。又舒服，时间正好。雅丽，波特先生，你们没事吧？好好玩哦，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吗？我先送你们去又暖又舒服的空中巡逻车吧。
这次的冰雪露营最好玩了。这要感谢你跟汪汪队，莱德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怪天气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博物馆那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我们必须查出真相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我要你用手电筒帮忙寻找线索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看来有人在这里很忙哦。嗯，有水，从哪里来的？原来灯是被关掉的。你们看，水滴到潜水衣这里就没了。哎，是那只章鱼，它在跑。哎，哎，不对，应该说它滚走了。章鱼，快点站住！跟着那只章鱼走，它往大海过去了。让我来，不，网子，抓到了。好喂，你拯救了章鱼，它不用大老远游回深海的老家了。哦，他看起来想要回到大海去，可是他应该要回到全是岩石的家。好主意，船长，我知道有只狗狗能帮忙。岩石山脊在那里，章鱼兄弟，你就快到家了。哦，水费。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展览的第一天。谢谢汪汪队，没有你们的话就解决不了章鱼大麻烦。不用客气，下次又需要送章鱼回大海的话就大声呼救。奥斯卡，欢迎你来冒险湾。那我先走了，大家再见。我们现在要去照顾鸵鸟，口渴了吗？水枪启动。刚才一直着车子想要接近咕咕鸡的时候，看起来冷静多了。也许他只是想找他的鸵鸟布偶。哦，他只是想念他的朋友吗？来试试看吧。奥斯卡，跟我来。毛毛，你没事吧？对啊，我没事。不过刚才晃得好厉害，我身上的斑点都快晃掉了。哦，快看，小马们好像都很欢迎奥斯卡来我们家呢。哦。我们的宝宝终于回家了，谢谢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呼救。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。阿宝兄弟被困在丛林的某处，不好了，他们打过来，但是讯号断了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们。天天，我要你从空中用护目镜跟直升机搜寻他们。阿宝船长提到底下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他们挖出来。小丽，我要你驾驶挖土机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神庙外面有一辆卡车，太好了，一定是阿宝兄弟的。我们马上到。嘘 ，listen， 你们听，那是从手机听到的声音，是从神庙里传出来的。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，要快点找到阿宝兄弟。我想阿宝兄弟就在这面墙的另一边，可是我们要怎么过去？这部分的墙壁看起来像门，我可以用铲子把它撬开。
是你吗，莱德？是的，撑住，我们就快到了。海威，我们在这里。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大家用力推。海威，进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见到你们真开心。那个可怕的声音是毛茸茸，是他打呼太大声了。他从屋顶掉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到处乱砸东西。趁他还没醒，快点出去吧，不要惊吓到他。谢了，汪汪队，这是完美无缺的救援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跟大猴子一起被困在古老神庙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我终于可以得到我一直梦想的力量，我会是世界上最强的超人市长。寒金打超强，哈哈哈哈哈！等一等，小猫咪们回来呀！瑞兄，运送罕见的白老虎回去丛林的火车应该很快就会经过了。哦，白老虎来了！哦，猫咪！啊！大猫咪，大大！小猫咪们，我找朋友来喽！啊！我的小猫咪！我的小猫咪，我的小猫咪！罕丁纳市长，站住！哇哦！可以用网子抓住它。我抓猫咪，我抓猫咪！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是峡谷！啊！有老虎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能量王！超威顺风力！先救我！先救！哇哦！哦！哦！有飞天虎！要是你们的猫咪又被绑走了，就喵喵呼叫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有一只机械鲨鱼把波特先生给吞掉了，现在他在失控乱冲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包在我身上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。好了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波特先生，你在里面还好吗？没事，丹尼也在这里，感觉有一点拥挤。找大胆哥丹尼了，和林宝宝也在。可是放心，会救你们出来的。阿奇，那里应该是个好地点。太棒了！汪，网子。吃苹果，莱德，我们要怎么拦住那只巨大的金属鱼？我想到了，天天，你能带上小丽的电磁铁吗？我需要你来个飞天钓鱼，让我们飞上天空吧！完蛋，他要跑进海湾里了！终于停下来了！哇！灰灰，我们需要柔软有弹性的东西，快！柔软有弹性，马上就来！好了，一个一个跳下来！哇！啊哈！好哎！要是你又被陆地鲨吞进肚子里，就大声呼救！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冒险湾运动会那里出事了，所有的奖牌都不见了，听起来是个大谜哎。这次的任务会用到侦探技巧，我们需要一队最厉害的警察狗狗，带队的是专家阿奇。知道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莱德，
你一定要找到奖牌。灰灰，扫描这边的地面，找找脚印。没问题。有发现吗？这边没看到什么脚印。毛毛，你有什么发现？我只有在奖牌展示柜四周发现花瓣。我看到一个东西，你一定要过来看看。你看上面放金牌的地方，猫的毛。可是沙地上没有猫咪的脚印，那是因为它们用了可以飞过天空的东西，所以才会把花瓣都撞掉了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抓住这些坏坏的飞天猫呢？我有个妙计，去把奖牌拿来给我。汪汪队命令你站住。请你马上把奖，不要，这些奖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哦、救命啊！我们得去救韩丁娜市长。天天，你先跟好他。哇！知道了，看起来他现在需要去仙人掌峡谷。网子。哇哦！太棒了，现在可以把奖牌还给我了。抱歉，市长，奖牌要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哦，谢谢阿奇还有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奖牌不见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市长跟双胞胎去雪鞋践行，却还没有回来。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飞到悬崖那里。猪猪，我要你开着铲雪车去山上搜索。你很熟悉山区，不管冰或雪，有我就能解决。哦，咕咕鸡，还好你提醒我，我们应该发求救信号，吹三下哨子表示求救。听到没？那是求救的哨音。也许是市长他们。天天，你在上面有没有发现？我找到了，莱德，他们就在我下方。哦，汪汪队来了！朱莉斯、朱莉亚，我们得救了！咕咕鸡，我们得救了！我们来救你，市长汪汪！不好了，莱德，市长他们在冰冻的河上往下滑，现在滑不过去了。我们马上就来。绝对不能让他们从瀑布上掉下去。猪猪，发射钩爪勾住这棵树，再用滑雪板把绳子绑到另一棵树上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啊，滑雪板。啊，钩爪发射。大家一起手牵手。刚才真是太棒了，至少你们玩得很开心哦。好，穿着雪鞋要怎么站起来呢？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咕咕鸡跟鲁斯蒂欧骑着丹尼的平衡车到处乱跑。好了，鲁斯蒂欧，我们要阻止他们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包在我身上，还有天天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！拜托，救救我们的鸡！交给我们吧！天天，发现什么了吗？啊，望远镜，我看到了莱德。车上出了什么事，莱德？我们在追一些鸡，他们在这里，我们结案了。他们又跑掉了，还没有结案。我跟着他们呢，无人机在乱飞，我抓不到。现在他往水那边过去了。路马，我要你展开迅速的海上救援，还要请你顺便带一个特别的东西来。预备，就位，跳下水！抓紧了，兄弟们，救援马上到！玉米救生圈！
你们救了我的宝贝咕咕鸡，还有我更宝贝的鲁斯蒂欧。要是你又遇到麻烦，就咕咕咕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，狗狗们。咕咕鸡被关在杰克家祖传的布谷鸟时钟里，现在时钟快要滑下山，后面还有雪球滚过去。猪猪，我要你开车下山，然后用钩爪拦住那个时钟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救出咕咕鸡，但是不能把时钟弄坏。这个时钟对杰克来说很特别。绿色代表走。莱德，我们一直盯着时钟，它的速度很快，就算是勇敢的咕咕鸡冲那么快，它一定也觉得很害怕。那些雪球也快要追上了，会把时钟给撞烂的。有我们在就不会。灯快要举到最上面了，到时候门就会打开。灰灰，只要门打开，你就用爪子救出咕咕鸡。哦哦，爪子！哇！啊！啊哈！不是那些雪球还是会撞上杰克的时钟？只要让雪球互撞，就不会撞上时钟了。猪猪，推左边那个。灰灰，推右边。好位，成功了！现在看看我们能不能穿越雪堆，追上那个时钟。莱德，我用滑雪板去追会比较快。啊！钩爪发射！哦，真的好险哦！做得好，猪猪。灰灰，你能把指针装回去拨到最上面吗？好的，修好了，现在让咕咕鸡出来吧。你也差不多该出来了，咕咕鸡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有蜂窝摔坏了，蜂后飞出去把水坑旁的大象给吓跑了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。我要你去寻找大象，我怕他们会碰上麻烦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呼叫天天，有发现吗？有，看到他们了。不行，小可爱，不要进去那里！莱德，大象全都跑进神庙里了。各位，我们快点赶去神庙。阿奇跟小克进去神庙，带那些大象出来。马上去，莱德。地道被堵住了，我们马上到。小克、小丽、毛毛，准备好出动了。我们帮助大象离开这里吧。小克，我们要把你的钢索勾在那块石板跟汪汪巡逻车的拖钩上。没问题，莱德。啊，钢索！现在让我们的大朋友站上石板吧。毛毛，现在用水冲地道的地板。机器狗，巡逻车打到倒退档，开始后退。哇，真是好险！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要是你又需要移动大动物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温室的入口被堵住了，现在古威市长、咕咕鸡还有韩丁娜市长被困在里面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、绿色代表走，还有猪猪。不管冰或雪，有我就能解决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好了，猪猪，先把入口清出来，该搬走这堆雪了。做得好，猪猪。接着只要把门修好就可以了，交给我吧。好，这里面太热，我快受不了。你会热就把外套脱掉吧。我把冷气打开就不热了。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。
为什么不能冷一点呢？小心一点，不然会弄坏。好位，修好了，去把市长他们救出来吧。天哪，明明发生什么事了？汪汪队，你没事吧？这里面好冷哦。对啊，怎么没有暖气了？韩丁娜市长弄坏了温控荧幕，这里变得太冷，植物会没命的。我们最好修好它。你们修吧，我跟咕咕鸡要去外面的雪地取暖了。哇哦，真的坏掉了，你可以修好它吗？灰灰，没问题啊。螺丝起子，我修好了。温控系统开启。做得好，灰灰，植物应该马上就会觉得很温暖了。我正式宣布这座温室开放了。今天谢谢你们救了温室，汪汪队。不用客气，要是你的温室又变得很冷，就大声呼救。啊，哈，找到了，看看有这么多金骨头，哈哈，这些都是我的了。咕咕鸡，小可爱，我现在就下去接你。你好啊，咕咕鸡。奇怪，莱德，市政府也快要沉了。什么？定位系统显示我们快到市府底下，我们会去查清楚。快，小猫咪们，再快一点！那个声音是……海星大市长，住手！啊，哈哈，你们只是想霸占这些金骨头，但是这些都是我的。啊，动力全开！啊！市政府拉起来，我们会帮你的，兄弟。我们也来了，太好了！我要用你找到的金属衡量，绿色代表我们走。然后完成。市政府一直往下掉，别担心，我会把市政府撑起来，就用升级再造的最强起重机。小心一点！好威！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虎威市长跟农夫艾尔去跳伞，风把他们吹到一个岩棚上。哇，看起来很危险哎！更糟糕的是，附近还有一头山狮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。啊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！我还需要派特瓦奇。包在特务阿奇的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看到那个，我就不害怕了。哦，来吧，咕咕鸡。哦，天哪，咕咕鸡！救到您了，小小鸡。啊！谢谢你，天天。我马上回来接你，古维市长。一只山狮就要爬到古维市长那里了，我们必须尽快带他离开。滑索。扩音机，古威市长，你用滑索离开岩棚。我真的是个女冒险家哎，可是我没勇敢到可以挑战山狮。古威市长，你在做什么？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。小小的山狮宝宝好可爱。莱德，我们得救市长下来。毛毛，我们需要你到山上来。马上到。五位市长，抓住梯子的顶端。哦，拜托别玩了，你会弄伤自己的，小猫咪。我们送这个宝宝回去找妈咪吧。做得好，毛毛。对呀，毛毛非常勇敢，就像那些可爱的山狮宝宝。但我是标准的小鸡迷，亲爱的，快过来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温妮、温灵顿开车去沼泽找青蛙，
现在他的卡车、拖车跟小马陷在泥巴里往下沉，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，小丽往前冲，还有阿奇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成功了，好喂，合作的好，现在勾上拖车，温灵顿小姐才能去参加比赛。别激动，菲利西亚，你拿着，我去引导我的马离开这可怕黏黏的泥巴。菲利西亚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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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我没有要做泥巴护肤了。露马，我要你过来沼泽。没问题，莱德，开始行动吧。可怜的小马撑不住就会掉下去。对，得想办法拦截他。用那些原木吧。菲利西亚，快看，我们帮你做了小木筏。谢谢兄弟，菲利西亚，你安全了，太感谢你们了。猎犬英雄啊，不对不对，毛茸茸伙伴，我是说，汪汪队，我就是要说这个。不用客气，要是你的小马又逃跑，就大声呼救。我的计划非常的顺利，冒险湾的居民们注意听好，在这个能量圆顶里面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人可以进出这里。我们需要汪汪队。狗狗们，模仿猫就在圆顶上的某个地方，现在该进入盘旋模式了。到处都找不到它，一定是进去里面了。那上面一定有个隐藏门，我找到进去的入口了，就在水旁边。露马，毛毛，该电光变身了。我在圆顶里了，莱德，我已经看到模仿猫了。我先闪了，我紧紧地盯住他了，来个华丽的逃脱吧。他在那里，我看到门了，来电光变身吗？边破坏边摇滚嘛。非常感激你们把我们从可怕的模仿猫手里救出来。只要你被困在超大圆顶里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农夫艾尔，农夫尤美。对了，艾斯，你今天下午3点可以到市区广场来吗？哦，我想去，但是不行。你一定要去？为什么不能去？我没有车子，又不能开飞机去。市区广场旁边没有降落跑道啊。别担心，艾斯，我们会送你去你的家。你会很惊讶我们怎么送你去。好吧，谢谢，那就3点见喽。待会儿见喽，飞行员。哇，看起来就是个热闹的派对。糟糕，我们忘记准备礼物了，我们得在农夫艾尔跟尤美开车送艾斯来派对以前搞定才行。开车？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了。为什么要在垃圾岛找给艾斯的礼物啊？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很适合的东西在那里，我可以把它修好，及时赶上派对的。如果大家都帮忙的话。
狗狗们。我想到一个主意，可以让礼物变得更棒。啊，但是要你帮忙，灰灰。哇，时间快到了，不知道天天为什么觉得很重要。不管是什么事，一定像派对那么特别了。哦，我是说非常特别了。大惊喜，生日快乐！哇哦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对啊，是狗狗们修好的。快点，我们开新车去兜风吧。这个是最棒的礼物了。换我，换我了。是狗狗平板在响，可能有人需要帮助。哦，对，莱德，你不是莱德？是的，我在照顾狗狗古威市长。别担心，汪汪队会马上赶去救援。狗狗都去瞭望塔。其实莱德会说：“汪汪队，总部集合。”知道了。汪汪队，总部集合。莱德需要我们？不对，是凯蒂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是说凯蒂队长。小姐，谢谢狗狗们。所以，莱德接着会怎么做？莱德会说他需要哪只狗狗，然后分配工作。了解。嗯，拯救邮差先生，我要派毛毛，你用消防车的梯子把他从树上救下来。我火力全开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古威市长跟咕咕鸡安全吊挂到地上。啊，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汪汪队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。你是要说汪汪队要出动了？没错，就是那句。别担心，邮差先生，毛毛会救你下来。对，梯子，我带你下去，邮差先生。哇哦，古威市长，我马上就救你跟咕咕鸡下来。啊，道具。谢谢你，甜甜。哟吼！你们都是乖狗狗。怎么样？今天都还好吗？凯蒂做的汪汪赞的，莱德。我就知道。现在大家一起为猫咪救援大队欢呼吧！你只要遇到任何困难，就喵喵请求支援。什么猫咪大队？反正冒险湾也需要更多帮手，你不用担心，阿奇。冒险湾的居民最喜欢的永远是汪汪队，以后就不是了，因为我的猫咪们会一直出现。谢了，莱德。食物碎屑就是一直掉在我的庭院。莱德，屋顶上有一只猫咪在乱丢食物。怎么可能会是猫咪呀、啊？真是！哇哦！我就知道，海妮娜市长，是你自导自演，假装需要救援，对不对？小猫咪们，我们走。拜拜，走，走开。啊，我看不见啦。啊！啊！哦哦，讨厌的海鸥。海妮娜市长，你没事吧？小猫咪们，快救我！我要请求协助。喵。我想他们现在救不了你。天天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援钓具，马上来。谢谢了，汪汪队，你们又再次救了我跟猫咪大队。不用客气，韩妮娜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喵喵请求协助，可是如果这招没用，就大声呼救。你是在搞笑啊？救援骑士队已经可以行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可拉跟他的飞龙往我们这边来了，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接近城堡。可是莱德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抵挡会喷火的飞龙呢？用你们全新的救援骑士车。哇，酷啊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，我要你用长矛水枪去扑灭那只火龙引发的火势。骑士，我火力全开，挽回一切。好了，救援骑士队要出动喽！
现在把吊桥烧出一个洞，然后攻下城堡。什么？你最好把水关掉，是大大爵士。不要，我是毛毛爵士，而且我是救援骑士。火花，飞上天！啊啊啊！这，嘿，还不给我下去！没有拿到龙之牙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火花，现在颠倒飞！七，快！不是，飞龙王！我没事，可是魔法龙之牙掉下来摔破了。毛毛，太好了！这下可拉不能用它控制龙了。你看，火花，等等！我仅代表八金堡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王国。要是又有龙想要喷火的话，就大声呼救。你们就开心的去度假吧。好吧，拜。你确定这条路没有错吗？雾这么大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这家饭店可是一流的哦，是加比自己在网络上预定的呢。海滩在那里，我就知道这条路没有错。你看，有躺椅，而且该有的都有。嗯，可是饭店在哪里？一定就是那边那个。这个地方其实还不错啦。哦，你看那个。哼，你看这顶超炫的大帽子，一定是给客人戴的。小猫咪们，你们的尾鱼罐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有入侵者偷偷溜进我的秘密基地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不对，我要让他们出不来。现在就来封锁基地。这什么隆隆声？也许这附近有机场。哈，怎么样，入侵者，你出不来了。跟我的小猫咪们待着吧。啊，我的猫咪们。嗨，市长，海丁呢？嗨，莱德，我很勇敢地用大石头把几个入侵者困在我的基地里了，可是我的小猫咪们也被困在里面了。我们马上过去。嗨，汉丁娜市长，你说的大石头是那个吗？没错，拜托快点，要是我的猫咪们出事的话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大石头又搬走了。哦，谢天谢地，那些坏坏的入侵者吓到你们了吗？入侵者到底是谁？哦，嗨，莱德，你们也订了这家饭店吗？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？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们必须找到波西弄丢的地图，修好故障的盘旋雪橇，否则圣诞老公公就没办法去送礼物了。不好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。特务阿奇要执行圣诞任务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到北极去。好了，汪汪队，圣诞任务出动！飞飞飞上天！哎呦，真倒霉！灰灰，去查查看盘旋雪橇是出了什么问题，马上去。现在来找不见的地图，阿奇，闻闻看有没有地图的气味。好的。我好像闻到肉桂味，可能是我边看地图边吃肉桂面包留下的。哦，我敢说地图也有肉桂的味道。我闻到的味道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无人机，灰灰，盘旋雪橇修得怎么样？有一点点棘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科技，但我会努力修的。太好了，莱德，我在圣诞树上找到了地图的一部分。这半张地图上的是冒险湾。要是圣诞老公公没看到，就不知道要来这里了。那我们必须快点送你到北极去。但是看起来我的盘旋雪橇是飞不起来了。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送你去北极。听着，猛冲者，听着，舞者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！哦哦哦！发生什么事了，波西？圣诞礼物运送地图还少了这一半。是冒险湾啊！当然了。
我们可不想漏掉那些好人。谢了，波西。其实呢，应该要感谢莱德跟汪汪队。真的是圣诞老公公哎！对啊，没错。哦哦，真是乖狗狗啊！莱德队长，威力狗已经可以超威行动了。太棒了，狗狗们！因为这次的救援会非常刺激，有人把灯塔改造成火箭船，现在灯塔要飞向太空。更糟的是，阿宝船长受困在里面。天哪！我们必须把灯塔跟阿宝船长安全的救下来。威力天天，灯塔以很快的速度上升，所以我要你用旋风力让灯塔侧躺。还有威力小力，我要你用超强力气让超威喷射机的牵引光束变得更强。我们得把那个飞天灯塔带到地面上。威力狗要出动喽！好了，莱德，灯塔不会再往外太空飞过去了。抓到了！做得好，威力狗。我不知道我还能抓住它多久。路马、灰灰，你们开着漂浮车到海上跟我们会合。灰灰、路马，现在该电光变身了。我可以看到大海的底部哎！哦，找到了，它往那边去了。路马，去拦下灯塔。我们要撞上那只海阔鱼了。然后。哇哦，看到你我也觉得很幸运，法兰索瓦，谢谢你们救了我跟我的家，汪汪队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海加韩丁娜的卡车好像消失不见了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包在特务阿奇身上，还有天天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我找到卡车了，你一定不会相信我看到的，有个超大的软糖雕像，看起来像罕蒂娜市长。啊，我们马上到。罕蒂娜市长，你快点下来！我真不敢相信，还含软糖！哇哦！天天，我要你把罕蒂娜市长从雕像掉下来。啊，要去！做得好，拉他上去。雕像会撞上那些门柱的，我们必须把韩丁娜市长救下来。我从总部带了这个来，也许可以用它。路马的充气橡皮艇，快来！好了，毛毛，我们需要你准确的瞄准，还需要海鸥朋友帮个小忙。好的。莱德，非常谢谢你救了我最爱的韩寒软糖。不客气，韩蒂娜太太。只要你又遇上逃跑的大软糖，就大声呼救。海洋巡逻船，我们来了！啊，现在开走这艘最棒的船。我先找一下发动的按钮。二，你去把那只机器流浪狗关在底下。偷渡的狗狗已经关起来了。现在哪一个按钮才是？这是见鬼了！我们在动啊！找到海洋巡逻船了吗？还没，莱德，我还把毛毛弄丢了。糟糕，我来联络他吧。莱德，呼叫毛毛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吗？没有回应，也许他没听到狗牌在响。啊，这个狗牌放在新的藏宝箱刚刚好。哟呵。
机器狗，好哎！你听我说，你躲到木桶后面，然后我去剑桥，像上次那样耍宝装笨拙，把席德引开。斑点狗，你在做什么？水枪启动，水啦！我没有办法关掉我的水枪。哈，那我来关。是海洋巡逻船，现在可以上去了，抓紧哦，我们要全速前进。啊！给我把水枪关掉。太扯了吧！齐德史瓦西巴克，我们要拿回我们的船。莱德，看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火车司机艾德刚刚告诉我，载着嘉年华会器材的火车困在隧道里了。小朋友们都会很失望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确保火车会抵达露天场地。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。小丽往前冲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啊！这个时候卡住真是太糟糕了。不会有事的，告诉我们是哪里卡住。哦，我知道是怎么卡住的了。小丽，可以把隧道弄宽一点吗？钻孔机。我们把货物拖回原来的位置，火车应该就能通过了。马上办，这行吗，莱德？很好，小丽，拖板车也差不多整理好了。我还有一个东西要搬，过来，你们都要看看这个。全都绑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待在这里，确保东西不会乱动。我会把这里收拾好。火车司机艾德，我们都上车了，快去布置嘉年华会吧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照去围屋的镜子？我的腿变得歪七扭八的。我看到了。猴子里的小丑害我跳得好高哦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你才对，没有汪汪队，嘉年华会就办不成了。不客气，要是你的火车又卡住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华丽离开海湾，在冒险湾上到处流浪。华丽为什么要离开海里？我们要找到他，还有查清楚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天天。我让你驾驶直升机找到华丽，然后看住他，等我们安全地把他送回海湾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找到华丽了吗？没有，没想到一只大海象居然找得到地方躲。莱德，我看到华丽了，他被困在主街街道上的人孔盖里。马上到。毛毛，华丽说了什么？他很想念他的好朋友，没有阿宝船长，他就不回去海湾。谢谢毛毛、天天、毛毛、灰灰，我们去找阿宝船长。阿奇，你留下来，在华丽周围做绕道引导。知道了。不是，交通追。找到了，莱德。船长站在山崖边，做得好，天天，用你的钓具把他钓离山崖，送他回来冒险湾。好吧，钓具。嘿，华丽，快点挣脱出来，我们才能回海湾呀，兄弟。成功了，天天，现在带着华丽往海边走，跟我来，小大块头。莱德，汪汪队，我跟华丽都很高兴，也很感激你们让我们重聚。不客气，船长，要是又遇到任性的海象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
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，阿宝兄弟被困在丛林的某处，不好了，他们打过来，但是讯号断了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们。天天，我让你从空中用护目镜跟直升机搜寻他们，阿宝船长提到底下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他们挖出来。小丽，我让你驾驶挖土机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我有发现了，神庙外面有一辆卡车。太好了，一定是阿宝兄弟的。我们马上到。嘘 ，listen， 你们听，那是从手机听到的声音，是从神庙里传出来的。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，要快点找到阿宝兄弟。我想阿宝兄弟就在这面墙的另一边。可是我们要怎么过去？这部分的墙壁看起来像门，我可以用铲子把它撬开。哦，真的是你吗，莱德？是的，撑住，我们就快到了。凯威，我们在这里。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大家用力推。好了，进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见到你们真开心。那个可怕的声音是毛茸茸，是他打呼太大声了。他从屋顶掉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到处乱砸东西。趁他还没醒，快点出去吧，不要惊吓到他。谢了，汪汪队，这是完美无缺的救援。不用客气。只要你跟大猴子一起被困在古老神庙里，就大声呼叫。